Hello, welcome to my vlog。不可以，太尴尬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何帅 Get。我之所以会想要开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是因为其实，它算是一个其中一个目标吧，就一个梦，小小的一个梦想。就小时候我也没想，小时候啦，中学时期看那些 YouTuber， 我就想，哇，我终于也要成为 YouTuber。去年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想要创立一个自己的潮流品牌，然后我去创立的。所以今年我觉得已经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年，我年纪也不小，已经哇真的不能接受哎，二字头很老。20，我还有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涯，所以我觉得明年12月就要毕业了，不如我。与其每一次这样子一直拍成 story， 因为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从中学我就很喜欢拍了，你知道吗 ？Cam, is that our cameraman? He's matching him stride for stride. 所以我就想拍成一个 YouTube channel。当然，我的 YouTube channel 会比较生活化，也比较贴近我一个属于半工半读，算半工半读嘛，就在读着书，但是还在为了理想而死。为了理想而打拼的男人。OK， 至于这四箱东西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开箱来看看，毕竟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嘞。OK， 大哥就看到了 giveaway 的纸袋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新衣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这一批有白色，然后这边还有两箱嘞，就是黑色的。如果之前有买过 Kiwi 的都知道，我们之前的 plastic 是没有这样好的 quality， 所以停顿了那么久，能换来一个比较好这样的 plastic， 我觉得也不错了。我们连 quality 啊，所有东西都换完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上位 pyramid， 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卖那个 stand 啊，找找看。喂，小姐，你忘记带奶罩？瓦迪尼里面呢，一定是很冷啊，因为那女儿全部鸡突啊。以前就有一个儿子没问爸爸哦，安抓后，然后爸爸就回答他，安内咯。我来到表面看到这两个，可是两个的那个头那个锁那边都很松，所以我们再走看吧。我在这里看。哪一个版还这样无聊？District 3A， 老板 ，BTMT 跟 Hello Kitty 的新 collaboration， 大家记得来买，看到吗 ？BTMT 可以跟 Hello Kitty collab， 这是多少个潮流主理人的梦想？XBTMT 小妹妹比较多啊，小妹妹比较多，所以你出这个衣服是哪一片小妹妹的哈？是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啊看吧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火锅店。你要抽就丢宝贝，不可以吗？你吃了也不可以，可以，丢一个小伙人，丢一个小伙人。Hi， welcome to my vlog。Hi， 我是阿杰。不要啊，到嘉燕，到嘉燕。没有，他的比较好笑，让他讲哦。嘉燕过来。Hello， 他也要学我做开场白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Hello， welcome to my vlog。Hello。这个鸡黑掉了，黑鸡，黑鸡哦，就要配麻辣的油，有错吗？乌力沙当黑鸡麻辣油。这么水饺吃了很想睡了。多嘞，嘿，水饺。不要按钮。
早上七点多才睡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多就要醒了，要去跟 designer 开会。拜，我们现在就到不中了，可是有一个小难题，就是我昨天吃了火锅，现在真的很想大便，肚子超痛。可是我有一个原则，我从小到大从来不上外面的厕所，我可以去云顶两天一夜，我都不要用他厕所那种人。真的很痛。最后还是战胜不了变魔，所以我投降。刚去的厕所一趟，这个是我的 designer 给大家看一下，帅吗？有没有很有态度？通常我们在那边讨论 design 一起做的时候，就是我同时一定需要上这个课。所以跟你们讲哦，半工半读哦，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东西。哎，真的很麻烦。哦 ，Thank you。做模特，你去卖手机而已。我可以自己做模特吧。没有，我不明白，怎么我不可以自己做模特哎？我自己做自己模特不可以吗？跟你讲，我自己做自己模特不可以吗？我也不要，我没有穿衣服。你讲这样，我自己做自己模特不可以？可以，你讲什么都可以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就要拍摄，我们要拍 giveaway 这一个 series 的照片。由于太多的模特放我飞机，所以我这次只好自己上阵。我还被骂哎。你不要笑我啊！如果拍出来不好看，我会尽量啊，我尽力。如果你们觉得天气很热哦，你们可以做两件事情哦，弄到它下雨。第一个就是洗车过后是一定下雨的。第二个就是拍摄。Oh my god！ 永远拍摄的时候，你们看，天空不作美嘞。你想笑我？他们家男生最喜欢看女生深蹲了。哎呦，有模有样。想要拍一个 shot， 就是快，你要模仿这个女的呐喊，拿着电话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还要只是就比较惊吓到一点的，哈哈。可是不要这样好笑，自然一点，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。OK， 叮叮叮叮，然后你要接电话先。喂，你的朋友在医院。不要笑，不要笑。你怎么笑？不要怕啦，我老。我有歪羊的天。你拿出来。你在拍，让你拍嘛。你不要放手，你不要放手。拍啊，随便。不要放手。快点，拜拜。不放。真的超卖力啊！而且我们拍了这样久才拍完一件衣服吧，还有多一件衣服要拍。看看这个夜景多么漂亮！他都帮我拍过。傻逼走路，继续走。喂，什么？这么换完了第二套衣服，准备拍第二件。对，可是这件为什么我们要等到晚上才可以拍呢？其实是因为这件的背后是露营帐的，所以还需要带一个大灯过来照了过来才会露营帐。两件，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灯。哎，这个灯哇超级亮，它照亮了背后那个模特，然后就马上跑出去外面拍，这样才会有那个露营帐的效果。所以这件衣服记得一定要买，这个是喝酒必备。你们在酒吧的时候，那个 UV 灯照下来哦，只有你的衣服是会发光的，那些女的就会哇，你的衣服青色嘞。你看它荧光的效果。后面接不到。把这个一这样放。灯太大了，灯太亮了。它就荧光了。嗯。我来照看。
刚好这边就有一个青洞，很适合我们来这里拍照。他一站在下面的时候，就是完全超有 feel。看一下多么卖力啊！什么搞的？灯光师，躺这嘞，开玩笑，不要玩玩。这衣服真的很多心血，记得买。而且现在下雨啊，现在是真的是下雨，有点大雨。快点，三十要走了。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，第一次体验到当模特辛苦啊！原来模特你不要以为只是站在那边这样拍拍照啊，很多地方要爬、啊，淋着雨啊，还有很多很多很难的动作全部要做。二十岁创业真的不容易，记得多多支持我们本地的创作，还有我们 local brand， 尤其是潮牌啊，因为我们还要自己打广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后续要做，做一期衣服，还要拿很多的衣服去给网红，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记得打开我的手机。该你看已经淋成这样子，刚才我一个人在外面这样子，跟 photographer 超卖力的，就淋着雨这样拍，而且我一淋雨一点点，我就会生病的那种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的影片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且分享，打开小铃铛啊！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哦对，如果想看我拍什么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跟我讲。我是何帅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。你话我唔识谂，用钱买冇用食品。你慢慢心淡，觉得我对感情认真。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。